其实人生中最激烈的一场吻戏是在婚礼那一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觉得他吻技有进步吗？就从跟电视到电视剧比，蛮的蛮的。所以你觉得他真正只有偷练习？不知道。卢广仲刚刚有提到说，就你们俩最后啊亲吻的、啊，那你有特别准备吗？有，真有刷牙漱口。那两个人互相先演练过，不是什么角度亲啊，什么之类的、啊。没有，不过那场是蛮紧张，因为旁边非常多人。那有讨论说待会要怎么处理对方的嘴唇吗？没有，都是旁边就是，你像长辈他们就说，你就是要这样很大力的吸嘴唇啊什么的。他那边旁边就是指导非常多，所以没有吸嘴唇。没有了，就是有没有尝试舌头伸出来的？没有没有。你有闻到忘我吗？忘记在眼前？没有没有忘我，一直记住。没有没有忘我，没有忘我，没有忘我。没有为什么？那郑南有说你这次有吻的比上次地瓜之吻，就觉得你的吻技有进步。你这段期间，这段期间你有练习吗？因为这次没有吃地瓜。那你有偷练习？就跟那个 CPR 的那个、啊、心跳加速嘛。因为正来有心跳加速。因为你知道我就是想要赶快拍，所以我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这个。所以你就算被他咬耳朵那一场啊，你是内心也没有波动吗？那个鸡皮疙瘩有波动。所以你的敏感部位是很多吗？对。对。没有，那场是蛮痒的这样。这是两性谈话。健康强。